拿着网球拍，正在打网球的是末代皇帝溥仪。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，慈禧太后假扮观音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犯人光在笼中吊在城墙上，风刮雨淋暴晒而亡，实在太残酷了。真实的官差穿着典型的官服，带着喜悦感的吹着喇叭，感觉像是有好事情要发生一样。和尚正在做着法事，大街上的女人在外面走，拉扯着孩子，感觉是有事情。一品大臣真实样子，德皇的弟弟来华，晚清大臣张之洞在汉口迎接。张之洞官至体人阁大学士，正一品。新疆的晚清士兵武器都是奇形怪状的，看完这组老照片，发现晚清的士兵真是不堪入目，难怪战斗力那么差。